王力宏、张韶涵为广告办欢喜冤家，在上海拥有小桥流水、古色古香的松江玩抢食游戏。男主角王力宏这一次艳福不浅，除了 Angela 作伴，更有美艳的神秘嘉宾参与咖，瞧他乐得连冷笑话都能讲得这么溜。只能说什么？只能说 Angela 呢，张韶涵，如果她生了一个小孩，会取什么名字？给你们猜猜。江江，答案揭晓，原来这个被王力宏指为 Angela 小孩的神秘嘉宾就是黄晓明的女友 Angelababy。 照王力宏的说法，他首次与 Angela 母女档合作，心情自然超嗨，就连过程发生惊险意外，一名女临时演员在过程中不慎摔进河里，全场一片尖叫，他事后也玩笑召开。还不错吧？还不错。除了刚你把一个女生推下去，推到水里面。Angela 别紧张，人不是你推的，大家都知道。王力宏之所以这样说，其实是为了化解现场紧张的气氛，算得上是用心良苦呢。壹电视王慧伦整理报道。